哦，盾岩躲标之后踢上去，换了一套，能量不够，稍微拉扯一下。旁边格雷夫到场了，球果直接下来，成功躲掉了标之后，直接交出了闪线，带了进场照练到了，看一下李信的 Q2， 有了成功进场跟上之后，就只有奈德利拿到了手杀。旁边瑞空进场，他来的很及时，他是英雄。来，这个标扭掉之后，有艾勒斯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技能 CD。有了，成功拉开了。左边瑞空还没有六等，所以他们的开战只有赛特，但赛特没大。哎呀，够了！奈德利再被记住一套 CC， 再见了。下去探机。哎呦，这里不管怎么样，贾菲利欧都还是有些。这个能越吗？再来吗？瑞空直接开大跑了过来，空标之后，然后强行留住这个二杀之油，最后一发轰拳。瑞空要留一下吗？瑞空有往前跑到，开到住了，而且拉力地冲击打出来，这拉力是很惨。我拉两个，一波又一打得很慢啊！赛特太强了吧！格雷夫闪现进场，要进行最后一波的收割，往前 AA， 就是塞勒斯，留得住吗？再往前，还有吗？这好慢呐、啊，还有八千呐，这里剑行绝对是有机会防守的。看一下塞勒斯了，在前位之后，有完之后稍微递一下，大绝伊泽瑞尔知道了之后，看一下李信后续的进场，一波爆发，厄萨斯卡到这边的位置，赛特中间很尴尬，队友都倒了。啊，这个要给啊？怎么变这样？对啊，这边整队去抓那个李信。哎、欸，看一下这边后续瑞克的开战，留着纳迪乌斯，纳迪乌斯扛着烈地冲击，哇，这个爆下去，全砸，好痛，开收了，三枪爆裂，厄萨斯直接开大，想要抓谁呢？就是无头苍蝇，谁都没抓到，后有料吗？瑞空怎么开大啦、啊、哎呀，还没抓到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在干嘛？哇，狮子老人，什么东西？完了，伊泽被逼闪。太可怕了！哎呦，最后这个闪现直接地上伊泽瑞尔，完了啦！这里塞的是进场。哇，后面亚非利欧无限开射，伊泽瑞尔大姐刷了很多个，但是无济于事，追不上我哎、欸！哇，哎呀，这不是遇到一个奈德利？哇，这个兵应该拿掉了。我奈德利还打不死这个纳蒂鲁斯，完蛋！我的妈呀，奈德利安心的下去吧。就是等上能量好了之后的第二脚已经补上去，好像在嘴角，知道一波蛮痛的红拳，但是还是拉开了，抱进去，看一下还在扛，伊泽是没闪的，伊泽没有闪，继续打，塞勒斯一直扁一直扁，哇，在 A 五好痛哦，二五，还有还有，然后再一下，哎、欸、不敢踹，先不要，哎、欸、你要不要不要吧，别开吧，到底有什么好不开？来，艾巴巴还有吗？来了，哎、欸、差一点点没关系，强行挂个大绝在伊泽瑞脸上，变成亚非利欧的火焰枪，哇，强行 combo 结死了伊泽瑞尔，后续厄萨斯无限开扁。这边赛特玩得很好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哇，还在追，死喽。